现在是今年第七次去酋长岩，现在外面风有点大，然后今天去早上去看索尼的相机体验活动有没有办，因为一直找不到资料，只有人来宣传说今天有，然后来去看一下，来去拍一下 8K， 来去借一下 A1 拍 8K， 然后出门又下雨了。又下雨了，今天下雨几率是70%，哇，GG了。OK， 还是下车去看一看的。基本上人都来了，半小时内解决走。哪有人雨下这么大了，结果还酋长岩的？不少人在等雨停吗？所以Sony还是有活动。对，我们要稍等一下。好，没关系。你妈妈在外面，不用回家住的。哦，在那里啊？对啊。哦，站在那里啊，没有回家住的。一直站在那里，站很久。有，家里是还有一只，有家里还有一只在拍翅膀。对，所以一只在里面，一只在外面，一只在躲雨，一只在顾小孩。第一次下雨来酋长岩好像也不错，现在没雨了，好像没雨了。好，谢谢。这不用吧 ？OK。所以有 A1 可以让我 A1 在这边600D加增距技能，可以了，开 K 度了。哦，这样，谢谢。OK， 现在是Sony A1 8K 30P。600D加1.4倍加倍镜扭准，8K 的扭准啊，都想好久了。哇，飞了飞了！对，中立录影真的强。家里还一只啊，家里还一只，但是没有出来吧？哦，是啊，因为我只看到外面那只飞走而已。对啊，所以家里那只还在吗？应该还是怕下雨，还是要当小的顾一下，但是没有看到它拍翅膀了，拉远。不错不错，那我回来，大家都要回来的快乐。那边，哎呀，刚好到了这个位置。对，哦，真捧场回来。你下来了吗？有，在哪里？岩壁那个是哪？这一颗石头。对呀，没入到。啊，差一点，出来了。8K 30。很酷的鸟眼对焦。他的对焦会对到他的眼睛去，啊，飞飞飞啊，没飞，拍翅膀而已，啊，在哪里啊？在这边上去有一个石头，然后这边就草，然后有一只小蝴蝶在飞，然后左边有一个草那边，仔细看久一点，它就会动了。没有，它固定停那边。对。哦，我对，翅膀还有那个屁股面对你。哦。对。了解。有没有？有。这一只。那你看，放大看就是，你看那只，这只差不多。怪兽 Q， 我在跟他拍张，我要A1出体验。怎样？我跟相机我要拍张，要拍相机哦。对，不是照。不要，我已经那个拍过了。我这边不够两。好，回去了。你试试看吗？我试过了。好，回去了。对，可以帮我们 Yuki， 大哥回去了，可以帮我们填一下问卷吗？问卷盖我来做。那你有拿？你叫小李。哦 ，OK， 感谢你，因为特地过来了。好。
后面的没那么湿，不好意思。OK， 谢谢进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OK， 拜拜。保持联络。好，谢谢谢谢。K 三十 ，A one。算 A， 索尼 A1 出题眼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而且有看到它的鸟眼对焦。对，那个拍照的时候可以鸟眼对焦啊，录影的时候可不可以鸟眼对焦？录影的时候好，这样不能鸟眼对焦。好了好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OK， 回家，今天去试了索尼的体验相机体验，玩了4K 三十，哎，不，玩了8K 三十。这应该是我今年第7次拍游准。